銀色啊，或者點嘅，就簡簡單單咯，同普通智能手機啊黑色咁樣一笪咁啊差唔多，就冇咩太大問題，即係亦都冇咩太大嘅花款啊或者變動咯。咁就係普通，你當好似 iPhone 啊、咩 Sony 啊嗰啲 Android 手機啊，所有嘢全部都係咁樣嘅，即係唔會話有啲咩特別啊嗰啲咁樣咯，嚇、啊。買嚟玩一下可以啊，我可以買嚟玩一下。即如果我知道，而家佢搶購咁勁，唔知道會唔會炒添？講真，咁啊，你話佢手機，你話咩開始即好翻係咪好事咧？咁都係嘅，即你會覺得即以前好似咁勁，咁而家變成咁，都有少少可惜嘅。咁啊，睇下佢呢一代即有冇一啲好嘢咁啊，可以做翻起啊，或者點樣咯？啱唔啱？係咪？咁咧就於是乎咧就就一單新聞係講啲咩咧？咁啊就係咧就係醫院啊呢單嘢咧就好大鑊。醫院發生咩事咧？就係早排咧就有一位病人係香港嘅，即係香港病人啦。咁咧佢一開頭咧就覺得咧自己咧骨頭痛，即係周身酸痛啊，即係即係腰酸背痛，同埋有少少麻痹。咁咧佢一開頭咧就好驚嘅，咁佢先睇嗰啲門診私家醫生個 check 先。咁揾私家医生咧就去 check， 咁啊一开头咧就医生咧 check 完之后咧照嗰啲 X 光片啊，或者做咗任何咩调查，咁啊一 check 之后，我又发现咗一啲事情喎，医生就话：，佢话你啲症状咧其实好唔对路，喂点样唔对路啊？咁样都系即系腰酸背痛，谂住话系咪啲骨头歪咗，或者好似我咁嘅脊弯啊之类压住神经线，导致呢个问题咧。啊，咁啊，於是乎咧，咁啊一 check 之下咧，就照下 X 光片啊嗰啲啦，咁啊，最後咧就醫生懷疑，佢話你可能癌細胞，佢話侵蝕咗落去你骨度，咁大鑊，咁啊立即咧就佢話你，我建議你即刻去咩公立醫院做檢查啊，點點點啊，即係咁樣啦，因為一般市民就即係你可以喺私家醫院做嘅，即係直接同個私家醫生講，咁可能即刻幫你檢查，但係貴。咁佢於是咧就走去轉去同即係公立醫院求助啦。咁公立醫院咧就幫佢做啲檢查嘅。咁啊做啲咩咧？就唔知咩會驗佢啲前列腺，亦都有照 X 光片，係嘛？咁啊有好多咁嘅嘢。咁啊於是乎咧就即係喺度等醫院嘅報告啦。咁醫院咧佢話咩期間咧呢個病人咧就話咩收到咧公立醫院咧就即係講啲嘢好難聽嘅，就話咩咩啊腰痛入院啊，唔係話即係咯咩笑腰痛啊，腰痛啊要住醫院啊，即係講啲説話。咁啊就最後咧就好簡單草草了事，咁啊就即刻即係唔知冇即係冇咩點醫到咁走咗。咁咧就，但系咧呢個情況咧就第二日咧就冇改善到啊個病情，呢位受苦主，即係好靚啊！咁咧之後咧就佢就即刻就好驚，就再去睇骨科醫，即係佢自己私家醫生。咁啊私家醫生咧就於是乎咧就，你就做個醫院檢查正常冇咩可能喎，即係佢覺得呢個情況好嚴重，都佢自己都幾有信心係癌細胞入咗你啲骨頭。咁啊，於是乎咧，佢就查佢咩？原來佢而家醫院咧，同即係門診嗰啲有個記錄嘅，即係大家嚟話，哦呢、這個病人可能打你身份證資料啦，咁就可以 check 到，哦嗱，陳小明咁樣虛構人物，陳小明一打落去，佢佢喺度 check 佢啲化驗報告，因為佢喺醫院有化驗啊，佢就發現佢咩前列腺指數啊，咩患癌指數咧嚴重超標，佢超咗70几倍，佢話你好肯定，佢話一定係患咗癌症。咁啊，於是乎就證明咗公立醫院就求其啦，即係 hea 住，根本就冇去檢查，即係冇認真去 check， 就係喺度啱啱喺度話咩嘲諷，話咩腰痛啊，腰痛啊，住啊咁住下咯，咁住一日就冇理佢，即係冇認真去醫治，咁啊極度大鑊啦。咁啊，於是乎咧就即係即刻投訴啦，即係佢而家就喳喳諗，哇！原來癌細胞指數咁高，咁啊佢冇得等。咁佢一定要係即刻去做手術啦，但係醫院由於又驚瀨嘢啦，又即係會唔會又登慢啊，或者點啊？咁啊，於是乎咧，咁啊佢即刻就喳喳淋俾幾廿皮咧，就去咗私家醫院嗰度做。咁啊做完之後就而家冇事，就即係同記者講翻呢件事啊，大佬。佢話：喂，佢話你做事點可以咁求其啊，或者點樣啊，定點樣咧？係嘛？
咁就係有呢個問題囉，就有時就係公立醫院即係唔一定，即係其實可能私家醫生都有時有啲咁，但係醫務呢啲嘢就係好，即係一定要好仔細囉，即係醫者父母心，即係一定要有醫德，就唔可以講呢啲嘅病人有唔舒服跟住就話咩下咩咩咩嘩腰痛啊，即係喺度講呢啲嘢串呢就唔得啦。當然喂，點解我射係射到咁，嘩又被迫害喎，真係喂低邊啊，喂兩個輪流撲喺度黐線。咁啊，即係有呢啲囉，即係我曾幾何時聽過有啲咩朋友呢生 BB， 咁生 BB 呢就即係去公立醫院啦，咁啊即係順產嘅，即係佢唔係去做開刀咩麻醉嗰啲，咁大家知道生 BB 有幾痛啦，係咪即係最即係痛到黐線。咁啊，跟住佢生 BB 嘅时候咧，咁啊，佢就咩喺度，即系好辛苦喺度嗌，好正常。话姑娘好痛啊，啊啊啊，咁啊好正常啦，即系病人系会咁样有呢啲咁嘅反应。咁啊，佢话咧个姑娘同佢讲咗咩咧，佢就话咩嗌咩啊，做戏啊，佢系咁样讲，拍戏啊，而家嗌俾边个睇啊，即系咁样。跟住你谂下，如果一个人生紧 BB。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非常危險嘅關頭嚟嘅，啊！你如果嚇喺咁痛苦嘅時下，仲可以做呢啲咩咩扮，即係做戲啊，或者點樣？其實一嚟又冇咩可能，二嚟就大家都知道根本生仔咁痛，三嚟你咁樣講話咩做戲，即係人哋正常，即係努努力力，即係唔係話特別去扮做啲咩反應，就係想生仔，即係痛自己一個正常反應，好似俾人打一拳。咩人啊？咩冇啊？冚一巴啫！哎呀，哇！或者你跌低咁样，咁样一声，咁样跟住有人话：哇！搞咩啊？你做戏咩啊？痛痛痛啊！乜鬼啊？冇扮嘢喎，扮痛啊，扮可怜啊？点点点？咁你有咩感受？系、啊、嘛？你可能真系因为咁，即系情绪激动都好影响嗰个生仔。順產的過程是極度危險的，即是你講這些東西，即是人家你因為你分了人心，即是可能那個孕婦，即是我朋友是吧，就突然間暴好嬲，他又說喂為什麼我站生仔過好地地講的東西，為什麼你這樣說啊，即是會情緒激動，跟住他不集中呢就很危險的，即是隨時就是即是攬巢，即是有什麼不幸的事情，那就不得啦大哥這樣。咁所以就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咯，即係醫生，即係你話如果即係位醫護人員講呢啲咩扮嘢啊，或者點樣咧，就我覺得都係唔係幾妥啊，即係呢啲咁嘅事情咯，嚇、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有問題，啱唔啱？因為咧之前都係咁喺 Google 揾到咩病，佢話唔關事，就話我啱做手術，係啊。咁醫生，你同個醫生咁樣對質定點啊？咁佢有冇講啲咩？嚇、啊，啱唔啱？你点睇啊？又系咩？基 B B 好幸福，又系咩？睇嚟咩想自己生，关咩事？关呢啲咁嘅嘢啊？跟住就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咯，所以系要好小心咁去受理或者注意呢啲咁嘅事情，即系。病，如果你發現即係你自己受到醫療不當，即係醫生當然我哋希望佢係即係盡心盡力啦，有醫德啦。咁但係萬一即係你覺得有唔妥嘅問題啊，即係你覺得你好似接受到錯誤嘅治療啊，或者醫務人員咧冇適當咧咁去照顧你嘅時候咧，咁你自己都要去分析嘅，即係你要醫自己，你要救自己嘛。咁你係。你可以做点做呢，就可以去见其他医生啦，系嘛，咨询其他意见。好似呢个人咁，佢觉得公立医院有问题，咁佢咪再咨询多一次骨科医生咯，系嘛。咁你可以征询多啲医生嘅意见，系嘛，即系作出一个适合嘅判断咯，集思广益。咁我就唔系话绝对话咩公立医院就唔好啊，唔系嘅，度度都有好医生，系嘛，亦都有害群之马，就唔系话咩哦公立医院一定唔好，唔系嘅。在任何地方都有这些情况，即是有好人你都有害群之马，大家要懂分，遇到害群之马就要自己懂避，是吧，想方法。我的朋友啊，即都成日，总之我试过好，即我自己都有经历过，我朋友都有经历过，即受到一些这样，是吧，医生是劲串的，即我讲过有些医生是很串。刚刚有兄弟说什么，他试过上网查一些病症。
查完都系咁。我有朋友都试过啦，就我有同你讲过系做眼，即系个眼度，因为佢成日眼生疮。咁啊，跟住咧，佢一开头医生咧就成日就系帮佢话咩做手术啊，咩塞住嗰啲毛孔啊，即系好似暗疮定点啊，系咁帮佢解开就放脓咁啊算数。咁咧就即系佢每次一嚟咧就你开刀开得多都唔好，边个人想做手术先系咪先？都系嘛，戒只眼都好危险啊，大佬！每次做手术啊，百分百嚟讲冇事冇事啊，做得手术都点都有啲意外率，你要承受风险系咪？咁啊，一二嚟又贵，皮费贵。咁啊，后来我朋友自己睇啦，佢 check 过就话，好似之前有其他案例话系咩，有啲咩螨虫定乜鬼嘢啊，生卵塞住嗰啲毛孔，即系有啲虫定点样？咁跟住佢话咩，佢同嗰个医生讲啦，即系因为已经帮佢放咗几次落，佢话我上网查过咧，会唔会关呢啲事啊？即系医生咧就黑面，佢咧接佢，咁类似系咁样啦。跟住后来佢话咧就。即係死死氣咧，就即係見到佢係咁要求咧，都攞佢啲眉毛去化驗。咁一掹眉毛去化驗咧，就 check 到咧就勁多嗰啲寄生蟲卵。啊，查完之後即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啦。咁啊，於是乎咧就即係啊，佢就話係啊，對，即係佢冇講對唔住 ，sorry， 冇講對唔住。佢就話你係有啲寄生蟲，即係當冇事發生就係咁樣，係嘛？就係咁樣，俾啲藥膏去查，跟住走。拜咁样，之后就完全系冇即系讲啊，对唔住啊，之前仲咁样态度恶，即系乱，即系断错症或者点样，即系佢又冇嗰啲回事咁样咯。咁系会有时系遇到呢啲情况，咁大家自己要小心留意吓、啊，自己病情啊或者点样吓、啊，知唔知道？又咩医生鬼知咩？唔系鬼知喎，佢系有同佢提出个意见，佢话会唔会系咁啊？医生，即系例如话你吓、啊，即系好简单，例如话你肚痛，医生话啊感冒啊，你咩肠胃炎，跟住你又唔系、啊，好似即系点样医咁耐都唔好，可能系咪有啲虫啊定点样喺肚入边？跟住医生就唉，梗系验粪便啦，佢就咁话，诶，跟住就话验屎啊，啊你中意验咪验咯咁样。咁樣咁晦氣說話，咁你覺得點咧？咁就有問題咯，大佬。佢話有，如果醫生係即係個態度，可能我啱啱諗唔到喎，係喎，可以試試啊，咁樣係嘛？咁樣就或者佢態度好嘅就話哦好啊，驗啊，有都有咁嘅可能，驗下先。我啊咁，我哋都去做一個糞便測試，咁啊好地地咯，咁啊冇咩事係嘛？問啦嚇，問題係佢又講咩？你中意驗咪驗咯，驗咪驗咯。吓、啊，咁你呢啲咪有问题咯、啊，大佬，系咪？所以就系咁，啱唔啱？咁啊，就于是乎咧，就仲有单新闻嘅，呢单新闻咧就都我谂都好多人会讲噶啦，就即系都会讨论噶啦。咁呢单新闻系咩咧？就系、是。又是那些什麼特區行政長官的選舉問題啦，即是之前說過啦，現在就有幾個人，即是幾個候選人，最近呢有一些新消息的，那呢就有人就問，喂，梁振英，他說梁特首，個特首啊，即是他說你怎麼看那些候選人啊，那些這樣，因為記者實問這些。梁特首咧就即系佢好似一开头咧都冇讲啊，唔评论啦咁样。但系我话记者好似有问到，佢话即系后来就有试过问嘅，即系问下就问话啊，你觉得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点啊？咁啊，跟住梁振英咧就特首咧就有回应嘅，佢就话嗰咩有承担，有担大，个几好，唔错，佢系咁样讲咯。咁啊，于是乎咧就有啲人咁讲话佢話你咁樣係咪即係算係支持佢啊？咁樣即係話，因為呢啲即係有啲人會想知道你嘅取向係點，即係可能會影響到人定點樣咯。咁跟住有啲人就喺度問記者一問，好先講埋呢一個先。好嚟啦，超級哈雷瑞星。别入，入射中笼都好，慢慢进步。
咁啊，即係有啲人就問：喂，咁你睇曾俊華點啊？嗰啲咁佢就冇答到嘅。咁就有啲人就話：哦，係咪咁嘅佢嘅取向定點咧？咁但係咧就佢話咩？就有另一個咧就葉劉淑儀咧，佢話咩？對於呢件事佢咩啃煙，即係啃煙係咪即係有啲喊咁嘅感覺啦？即係佢咁樣，即係就話即係可能就受咗委屈定點，即係覺得佢可能就點解你唔撐我定點？唔知啊，亂噏嘅啊，呢啲就係咁。但係報紙報就係咩啃煙啊咁樣講咯，就話有啲即係話咩啊？即係佢話而家經即係選舉啊，即係會有面對啲挑戰啊，點點點咁啊，佢一度啃煙咁啊。咁我就唔知即係啃煙嘅原因係咩啦，或者點樣啦。咁但係就即係而家呢件事就已經去到白熱化階段咯。即係就各有各即係談論啦。即係會有好多人有支持者。咁啊，比較少談論咧，就好似反而係嗰個律師啊，胡國興啊，好似係嘛？胡國興即係最多人談論啊，因為佢哋會做好多嘢嘅，例如曾俊華嗰啲會喺度食。食嗰啲咩豆腐火腩飯啊，嗰啲會有啲行動啊，嗰啲咁樣咯，係嘛？咁啊，即係胡國興咧，就喺即係參選啲嘢啲行動上咧，就冇表現咁多，即係冇去做好多行動啊，去呢啲嘢咯，即係冇去做一啲事情。佢好似都有評論過嘅，佢有例如佢有評論過咩曾俊華。參選唔參選有咩好諗啫？佢話咩要參選咪即刻講咯呢啲咯。但係其除此之外都好似冇咩做過啲咩大即係事情啊、宣傳啊，就冇咩特別有做啲宣傳嚇、啊。啊，可能比較踏實啲，我唔知嚇、啊，即係咁樣睇啊，就唔清楚。即係呢啲咁嘅，就係、是、你見到唔同人有唔同風格咯，就係咁。咁我係啱啱講啲澄清一次，我呢啲言論係冇任何話咩取向性係嘛、啊、我又冇話支持邊個嘅嚇，純粹就係話報紙有啲咩新消息，有時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點樣。因為呢件事我係冇得投票噶，即係我又冇話特別話咩啊，我撐邊個或者點樣係嘛係嘛，即係佢哋點樣係對我嚟講冇影響嘅，即係呢樣嘢係嘛。我撐邊個都冇影響，係嘛？我就即係對我呢件事係咪？除非係我參選，咁啊有呢啲咁嘅，我就會講啦。如果我參選，我就會講多啲嘢，我就會講下我係點啊，嚇！我係做啲咩啊？我係政綱係啲咩？我就會多啲同你講啦。我就一定撐我自己，我撐自己。我自己都唔撐，點叫人撐我？我就會講啊，請大家支持。如果我參選啊，我講緊如果我參選嘅情況下就啊，請支持達叔。啊！點點點點點，我就會講呢啲咁嘅説話咯。我會爭取啲咩福利啊！我實幹嘅，我就話我會講呢啲咁嘅説話。咁啊，呢啲咯，咁啊，呢啲即係我呢啲就係之前啱啱所講，就係話我係冇任何一個取向偏向任何一個嘢嘅，就係咁啦。咁之後仲有單新聞係講啲咩咧？就係講呢一個咩太空人咁啊！大家成日都會講話咩有冇啲咩外星人啊，或者點啦、啊？有冇機會攞到啊？咁大家成日都有對宇宙咁浩瀚啊嘛，你會成日會呢個咁浩瀚咧，咁你成日會有可能會覺得係有即係會唔會有外星人啊、城啊嗰啲咁樣事情啊？咁最近咧就有一件事，咧就係話咩有啲啊，因為而家 NASA 咧你又可以睇到外即係嗰啲太空衛星呢個攝錄機。咁咧佢又會直播佢自己哦拍到啲咩？咁咧就有一日咧就唔知好奇怪，咁有啲人咧睇到，咦點解睇落去出面有啲光喺度飛嚟飛去，佢話飛得好奇怪喎、哦。咁啊好多人喺度講啦、談論啊，發生咩事啊？點解會有呢啲咁嘅嘢？咁啊咁啊，於是乎咧，咁啊最奇怪啲，即係啲有提問完之後咧，就有個太空人出咗嚟。有太空人出咗嚟之後咧，佢就係攞隻手咧，佢話撳一撳嗰、那個，即係佢話好、那個動作咧，又唔似話扶啲嘢定點樣嘅。佢話好明顯就遮咗嗰個光咩啱啱我話見到有個光體喺度喐噶嘛，喺度閃動。咁啊，有啲人就話：，佢話點解你要遮啊？佢話咩？如果你係唔
惊嘅，即系嗰个，如果你唔系惊嗰个，即系有咩系咪即系有外星人啲消息，你唔想公布啊？佢你使乜遮咁多？即系你又唔使话无啦啦，点解会有咁巧合有太空人去摸呢个镜头咧？你话咁啱得咁巧，即系佢话就好巧合啦。佢话成件事。咁啊，於是乎就好多人喺度問咯，就話喂，係咪真係有外星人？唔該，你快啲公開啊！即係或者點樣，或者我話點解你要遮呢段片啊？咁我話睇過段片嘅，咁我話俾你聽，嗰個光點係點咧？就真係你話係咪 UFO？ 我即係十拿九穩，我係啊，即係我就一定講唔出，因為只係一點，但係佢移動嘅軌跡，你會見到係有啲快。即係你會唔知道，咦？佢啲嚿，即係你話又唔係話似流星有條尾啊，或者點嘅？嗰嚿係一個光點定點樣？個位即係直線，即係佢又唔係話行圓形啊，揈嚟揈去，佢係一嘢咁樣斜咁樣，跟好快，跟住就之後又好似彈翻上去咁樣啦，會有少少跳動，有啲跳躍情況。咁之後咧就跟住咧嗰個太空人咧就唔係成部機咁借。佢就遮咗嗰個光點嗰個位嘅，佢就咁啱 high 到嗰個位置，咁所以就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咯，係嘛？呢一樣嘢，哇！即係有啲人就話撐話，即係哦美國，咁即係你有外星人，你而家即係特登隱瞞啦，國務院啊嘛嘛，係咪？啊，有些人就说哎咩，即通常都会有这个时候他会请一些科学家或者什么一些什么现象很平常的，即咁啱去太空人可能執行什么任务。啊，即咁啱嗨到啫，就大家不用这个咁留意啊或者怎样的。但是呢就目前呢好像 NASA 呢就没有，即美国太空总署啊。而家咧就未有一个即系官方嘅，即系做啲咩话诶唔系啊啊，即系呢啲嘢，即系澄清话咩咁啱乜乜现象，佢自己唔敢讲。咁啊，你有兴趣咧就自己可以揾下嘅。咁但系啲友就话唔通你突然间 cut 咗直播咩？咁有啲人就话咩咁咪咩仲奇怪或者点样仲明显？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咩美国如果咩以美国嘅技术啦，佢话是但即刻肥条片，即系扮嘢。即係好似 Watch Dogs 咁樣，即係即刻 hack 咗個 cam， 即係播啲假嘢流嘢都得啦咁樣。咁有啲人話咩佢咁啱突發啫，唔切整唔到，唔出奇喎。點點點點點咁啊，有好多人爭論。咁啊，我自己就信唔信有外星人咧？我又係又俾我射咁遠，有咩可能啊，大佬嚇照射啊！你都係想我用腳趾尾拉西？喂，唔俾我喐喎，我冇得出腳趾尾拉西啊！而家太遠啦，佢禁止咗我使用救極招數。好，斬埋嚟，我識仲有啲故意啊，即故意斬落去敵人度，跟住敵人彈翻俾自己有，非常好啊！我識啊，嗰下就係咁樣，我自己信唔信有外星人呢？我老實講就。即係宇宙咁大，你話有冇其他生命體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有咁嘅可能性。自己扮啊，射落去！我即刻踩到出嚟，想攞腳面硬轟，但係冇啊嘛，可能俾人攔到啊。嗰個宇宙咁大咧，我都信有外星人嘅，但係就即係點解唔見面啊，或者點樣啊？咩咩侵略地球咧？呢啲就唔知啊，你都唔知外星人係點，可能有外星人。是好原始啊！喂，林天光赖尿啊，大镬！或者外星人根本就不想理咩地球啊，呢关鬼事啊！你知即系冇兴趣你，即系讲你呢班友完全不入流，即系可能佢有咁嘅可能性咯，系嘛？或者人类本身就是外星人都未理嘅，即系人哋可能喺度監視緊啊，會唔會喺度做啲咩啊？外星人會唔會喺度睇緊啲咩咧？係嘛？或者人類本身就係、是，即係可能以前咧就係外星人住地球嘅，係嘛？完全冇人類或者點嘅，人類後來嚟到定居或者點樣，有好多咁嘅情況出現，你唔知道咯。啊，有好多咁嘅可能性。點話？即係以前有啲人有啲進化論，有啲人講話咩人類咩進由猿人進化，有啲人咩冇可能啊？點點點？咩？即有啲人話進化論係假噶嘛？有啲人咁講，即係唔肯、唔認同，即係物種係冇進化呢樣嘢，即係唔會進化到咁樣咁大變化。即係佢話哦，猿人，北京猿人就係北京猿人，
就冇一樣嘢就話咩猿人同人類，佢話咩嗰個過渡咧好唔明顯，即係佢冇一樣慢慢慢慢咁變。佢就係啲人猿人同人，你覺得似咩咁猩猩咁唔似？有啲人係咁樣提議。哦、啊，咁所以咧就，所以你話呢啲嘢就好難講咯。但係我覺得有其他生物都唔出奇啊，有其他人類咁啊。至於點樣相處就係冇機會啦。唉。點樣相處就係一個問題咯，咁或者以人類而家有冇同佢溝通緊？有啲傳就話咩已經有啦，咩美國神早已經講過啦。有啲我有聽過一個朋友講，我唔知啊，佢有講過啲咩外星人嘅嘢，講咩有一次咩美國咩又係美國嘅，佢話有個，唉，個美國咧就有個外星人落嚟，咁啊同嗰個人類咧溝通過。佢話點樣溝通啊？你話外星人講外星話定點樣？佢唔係。嗰咩個外星人咧就好叻嘅，佢可以做到心靈感應，即係佢唔使噏一句嘢，佢話自動咧就可以噏到啲意思出嚟嘅咁樣啊，佢話可以自動噏到啲即係腦入邊傳音，佢傳到出嚟，跟住佢就外星人講咗好多説話，話咩我學你嘅語言咧就即係學過一段時間都好快，即係我話唔需要好耐，唔知一陣就學到。咁之後咧，佢話其中有一個好多，佢有講過好多內容嘅。佢喺呢段對話，其中一個內容咧就係話咩個外星人咧就話咩我好中意人類寫嘅小説，喂人類寫嘅小説，佢話咩佢哋外星世界就喂十二碼好啊，你寫啊喂你自己寫埋，我哋要追兩球。佢話咩外星人好中意人類嘅小説，佢話咩外星世界冇小説嘅。好交俾你啊，星龙，只是入咗去先啊，唔好再，喂，咁大压力，好紧张啊，大佬，啊，好嘢，追翻球先，好，快啲，佢话咧，外星世界冇小说嘅，佢哋咧就系得事实，即系佢哋冇，佢话咩冇天马行空嘅嘢，佢哋唔做呢啲事情嘅，即系觉得。咩即系唔会觉得呢件事啊可行啊或者点？佢哋就冇咩咩小说呢样嘢，冇 novel 定乜鬼嘢？之后咧，跟住佢就话咩？佢有讲过咩人？佢话咩灵魂呢样嘢？佢话咩可以？其实佢话灵魂呢样嘢系可以存在咩 trillion years？ 好似有咁讲过。呢个我朋友讲咩叫 trillion？million 就系咩一百万 ，trillion 就系唔知几多万年啦。总之系大好多倍数啦，就系咁嘅意思。哦，入哇，被迫害，即系佢人类灵魂其实可以留好长啊，有好多好多咁嘅说话咯。李生我冇话特别话信话撑呢个言论嘅，但系佢有讲过呢啲嘢，咁就分享咯。佢自己都系上网揾，佢咩一路揾咩，有一段时间佢咩突然间好中意研究啲咩宗教嘢，之后佢喺度研究啊，系咁啊睇咗好多。得闲如果你想知道，我再问下，又再白俾你听咯，啊。咁我哋系时候转个位先咯，辛苦各位队友啊！好可惜，最后一球追唔射一入就追得和。呢幅图咧系由翁 B 兄弟所画嘅，请等等转个嚟先，请等等。